快点下呀！下下下！别哎，疼上了，疼上了！下下下！下下看好谁呀？谁呀？啊，八九八的，八九八，啊，葱姜料酒是否？在前面。我这儿。干辣椒五十。一袋子冰黑罐在这儿。九七九，1158.5公斤。1180。1158.5公斤。就是这个包括猪蹄儿啊，这个泡肉都，这些都是我们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微信呢，扎下了两条船赔鬼的一员，就是扎弦儿的。嗯，但是扎弦的背着鱼是按这条背的。只见啊，这只够不少，就是像你们船，特别你们船，上十条是完全是够用。上个鱼，上个船的，上个枕头，上个枕巾，我要枕巾再多给我一个。你还不愿意，我有多少东西没拿东西，你忙了吗？自己就会点点，总十一套啊，不管怎么是十一套，你就说现在有多少人分了多少，还有多少套，你谈一点都没有。啊，好，定过定，咱俩拿本记，一个三两绝对的。哎，记得在一起发过来。你招人问他谁要香蕉？对，你们谁要让他给记上点。给我介绍，多少啊？一百啊。我们等明天到乌拉圭也能买，乌拉圭香蕉也便宜。我五十，你多少？这装的编织袋，装鱼的编织袋，这是钓鱼的鱼钩。你回头吧，这光着就往上上啊！哦耶，上了啊！光来回就得四个月啊！这是，我去21都快两年了啊！过来了。和那个
开了个发。哎呀，兄弟们呐、啊，你们跑这五十几天呢，就这活是大活，就没有活。拴钩，用线。哎呀，我说你拴这驴圈也不中啊。不是我拴的，这谁的？这谁的拴的？炉啊，这行啊？你不是跑了？你不拽紧点，这能行？回来就这一钩挂全打紧，这东西得拽紧的。干啥活儿给人按着标准来，人告诉怎么干怎么干。吐肯定会难受，但不能不难受，你也不是为你就是喜欢。哎，别想这就走了，这不中。对对对，横着立起来练。好，走，这地方准备走。走。啊，正确，正拽绳。抗六单了，我们两单啊，抗六单啊，咱们两单啊，这个往外拿。走走五寸。50 × 180
拉闸。大富啊，王宝在哪儿？没有王宝都没油罐了，等会儿等会儿，他们先走。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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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没好，干什么？来应嘛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一些工作呢，我们都已经联系好了。然后呢，该向海关申报的文件呢，我看看是不是都已经，应该都是到位了。这个现在就等着下午安排引水员，安排拖轮。其实中国船渔船来到国外啊，不管是船长干部、职务干部或者是船员，其实他们来到国外离乡背井，哦，我们常常能够体会他们，再加上语言的不同，我们常常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。尤其是船员，你想想看，每个年龄的阶层都有，有年轻的，也有年纪大一点的。但是我总是觉得说，船员来到国外，对不对？无亲无故的，没有，又语言不通，我们能够帮他，我们尽量帮他。所以为什么有一个现象，就是我经常走在路上，我不一定认识每位船员，但是几乎所有的船员都认识我。Thank you.
怎么样？啊？六号。月生六号。我的妈呀！我念谁啊？我六岁。我哪跑？我哪跑？我一边跑我得咋的？俺这全都跑了，我那全也跑了，稍微不一小点对呀，船都往那儿跑了，我这俩都起就起锚都跑了了。我等我起锚我不跟着，这他妈五十来分的啊，三四分四五分的啊，他妈得得洗了，我白天不能有啊。都找到了吗？没有啊。啊？没有啊。好嘞，八九这边。好嘞，九八九，九八九。九八九，昨晚怎么样？北头那边我听昨晚有都有的。啊？我北头那边昨晚都有的，多少都有的。那我们就没有了，我在九来那个九九来那个开开的动力了。你这里也没几条腿了？对呀，没有船了，都跑了了，不知道往哪跑了。跑到什么地方？还有我的跑啊！这我们东塔县的票呢，听听看看哪嘎好啊，往哪去溜去溜，一不知道哪好啊。打哪有灯呢？还有啥路呀？看不死他们了。没得事啊。你漏电吗？一不漏电呢。哎呀，这粗印。关厂哪去了？搞几大开车、啊？好
大马的。动啊！啥话？这反应了。你在深没有？你在没游泳啊？好，开。对我大夫来讲，就是第一个爱人方面，第二个是，从女生之间比较正常，是吧？你越正常，一家里一定所以家里啊，你每次啊，这那个进到政府的话，不利于工作。我干船员的时候，我没想这些。我从干植物船员年轻，你船上其实主要就是安全，别的都可咋都是小事儿。你命没有了，有多钱也没用，不这么事儿吗？其实船员出门打工都不容易，你得去照顾他们的生命，你得照顾自个儿的生命。查后来出来第四个这个活塞就是烧完了。其实大西洋厉害是厉害，但是我们走
我们做渔民的，咱搞一块去克服它。我九年都浪费在海上了，真的。讲我这九年我都不知道自个怎么跑过来，连续跑九年，人跑的哈有点叫羞抖的那种感觉，跑傻了。就是说不和陆地啊，就是说和外面世界、啊、就是两个概念，不知道唠什么。你今天最起码我说微信，我拿回家连微信都不会玩，刚回家才学这是。现在黄岩二副大败的，是吧？我们三十几个人的生命都在他手里，是吧？他可能有也有多心了，是吧？海洋两号，昨晚钓了七盘，有四盘大烟鬼啊，哎，五盘大烟鬼。没有鱼，没有鱼。我昨天晚上问，从南到北都没有。大哥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三两三六啊。啊，三两下边啊。啊，三两三六。对呀、啊，在大北边啊。再固定三号，再跟海猫再固着来一下，固着俩哈，还在这扭头，我操！去年现在你们哪天都是十对八对，最少是十对八对，五七六对，钓不好的都是五七六对，好的都是十个多对，二十个对。去年这么些，感觉一般，就像我来晚的时候，这么些都是，都四百的对，你们信？今年到现在的才钓几顿鱼，没有，不是说咱自个儿没有，普遍都没有。预备，开始。不会，不行。开个月标。好啊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五，好，再来了，好，再来，不行了，建江上鼓掌，好，这表情，冠军，亚军。这段时间四人这不是出的鱼吗？有胆大的吧都能多钓点，胆小的吧那都少钓点。胆大都敢进线，胆小的你都白费，你不敢进去，外边钓个机器盘，那好到下边了你都起毛跑，它都没有。咱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咱现在，咱属于在阿根廷的东面，200海里。离阿根廷海域的面，海域的画那线有多远？多远？离那线，咱现在离线，离那画那线也就在四海里多。咱们的啥为什么都在这个海域呢？都就俩土鱼，就这一条指示一样，这边是线，这边是深沟，它这条路很窄，它这个作业地方很窄的，
我们还必须得在县的三海里以外，那就更窄了，这边就沟里了，你也钓不着鱼了，这边三海里内不让我们去，人别的船都在掐线下。经验，你预计今年这个情况会怎么样？今年肯定不行。你说你多少有点鱼啊？没像这么样，天天都大挂袋多，钓到的少，主要是。你从现在开始钓鱼到现在，你光你下锚抛锚多少次了？哎，那都数不清了。以前也这样吗？那天每天都穿着这样。那个这咱就这南头这地方干，还是少的。你要这四人都一天最少得四五毛五六毛，起毛泡毛最起码得一天这个一天一宿这个五六次，你妈。那不行啊，你溜到北头得多少钱了？啊，多少钱就得走啊。他那边穿地方还小，穿还多。啊，有时候你都本儿跟俩溜一起了，你都得起毛。你卸下毛的，这像大家。这猫花点花没有传点，哎，他们后来的距离跟前了，哎，他留一块他就得起猫走了。开始肯定有一点紧张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到这个毛病到底出在哪里？是什么？你失去了动力，那你肯定要偏离这个是航线的，那个漂着跟人家是在运行的船嘛，肯定是或是要碰撞什么，要产生这样的事情。那么出现问题，必须要我们去面对，紧张是没有用的，必须要我们去排除的。
虽说是九十多岁，你们对各方，现在我们的跑海上是，我的海上，啊，两个哥现在也得接，也在海上，也都得接上生产，啊，哥的现在他昨天前天大前天的跑到42度，得42度能生产，哎呦，你对不起，那两个的他俩的一个船，我这个的这一个船。公司领导，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啊，来，杯举起来，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干，跟船长那个，好，慢慢喝啊，不要勾又不下了，啊，什么又不干，慢慢喝，只要不醉就行。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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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干啥？你不拿共享局呀？把共享局背下来！共享局背下来！正月里来是新年啊！
咱们出来这几个月一共钓了多少吨鱼了？我们算今天啊，六吨半。出来多长时间？47天，到渔场47天。套路啊跑跑都没有被他套路啊跑啊，他今天这个鱼啊要悬呢，他这个妈钓一百吨都费劲呢，妈的他这垃圾垃圾钓一百吨都费劲。你也行啊！我操，我那个咱俩豆啊，咱俩地宽，咱豆买那个陈立森，我操，能700的香，600的香。这搞那么多？谁知道？擦他妈！他说我豆买半斤多，给你俩点软花了，我都过去招呼他，你知道吧？问他怎么样？啊，他过来招呼我呀。咱俩点软花以后，他过来招呼我，招呼我的时候，11点多的时候，他都能选到300的斤。对呀，他怎么能搞那么多啊？好的好的，我看啊，把菊花球照顾谁谁得拿啊，有搞师傅的啊。好的。走了吧。啊？那十几分进入差700多分。啊，十来分，750来分呀、啊。十几分吧，现在。你零级的话，我是给他提供的，要跑就跑下去，看看你跑吗？好的，那起码照顾我啊，照顾我，咱俩一块走啊。好嘞。啊，照顾咱俩一块打扮，一块过去。你听着，魏叔，你是学海上都有心细吗？那上了大平台都给他们练习，都讲花呢。听着人家钓着，自己钓不着，那心情都不一样。是吧？特别难受，你知道吧？对，这海上干，反正比较乏味，比较枯燥。你们现在这么一条线活，始终老干这么一条线活，谁都够。靠港了，船员哎呀，能下陆地踏踏土。啊，你要不靠港，有那成年不靠不了港的，有那在海上待两年都靠不了港，很正常。一待在海上漂2年的，敢一学话，船员来说，哪个都不够。就是做个船长他都够，你没心思别学你船员了，跑尤其是吧，有那小新船员刚来的，刚离开家什么点击，你觉得一下在海上待2年的啊，你可以在这些上街上面来都可以登监狱，有什么区别吗？没有什么区别。哈哈姓徐啊，姓徐，那手机多少钱？跑100块钱，跑100块钱，那时候海洋王了，啥没有？没了，欠债人没了，欠他债没了。妈媳妇啥呀？老公在外头挣60-70万，回来还跟你离婚呢？那我告诉你，你们混血的债都没了，还跟你离婚？你再你要是干个10年，拿个60-70万回去，这个离婚再找俩子找着了。多累死，三环两环的好几条都走啊！你现在老婆给俺等10年，我直接我姐妹意思，我叫我妹本身老婆等10年，问题是没能等起。等不起，我拿这个钱，我再找一个，我跟别人相互。但是你，那不是我放弃，而是你放弃。干海上这个东西啊，你必须得忍得住寂寞。嗯。而且你得有一种，我觉着，得有一种那种特别能吃苦耐劳的，才能干这个。那有的人嫌苦怕累，这能有的是。我给你写到这个年龄，如果你写到30多了，你咋干10年？这不是到年龄大了，40多岁就算大呀。我30岁上船，写的。我说咋改10年？我31上船。我说写的，从写的这。他、啊、干了10年，48岁人吗？啊，就48就总干船员。现在你没看现在这种状态，只要熬个3年2年就能干个船夫。
那好的，你干个二副，那干船要干一辈子。你看这出力了。去前两天我那个朋友还跟我说这话，我上船那时候在幺三九，我跟他们说，我说我就最少干十年船，我用十年的时间。那时候船员往植物船员熬不好熬，没有关系啊，没人带不好熬。我说我用十年时间，我最少熬到二副，真的，我那时候我就这样说过这些话，我就一直推，今天是第九年，就唠这个嗑啊，唠过。想干你非得你不往上使劲啊。有没有几条啊？我这现在没有啊。学那个八度九了，你搁咱那块地都叫那么些鱼，咱都没有，你不知道这油加油，你媳妇儿要老油，你搁你一海里多点，你怎么跑？你妈跑！最起码得保持鱼的新鲜度吧，那可以鱼再强，可以加工起来，
只要一遇捡到牌的，记住平板键里一冷冻，哎，他的信誉度都保住了。你搞底下一压，他都发呆了，这是信誉度的。你怎么样领导？好，七成半吧。哦，还是那边好点，北屯这边不行。你们不好吗？我不好，不好。是不是？搞个四五对五六都有的。五六对雨啊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现在在哪了？我在2435。2435，你那边还有船吗？河南面有，西南面、东南面，船不多了。哦，得去找个矿子家长。不是，他们说明天有风，是真假呀？哎，这个是我小富嘛，小富知道吧？小富过来了。过来了。你现在50分了？对，50分。我说晚上有风啊。对呀对呀，听念头有风啊！我打头出来看是三米了的，谁知道他太近高屋也行，半夜能下来风啊？我有风，我搁前有点劲儿去。你搁前多远？搁前2海里。好，跑了。好的。四哥，啊，你先立下几海里？两海里多。4海里多。没有。没有，别人过来好过。怎么这气呢？今天这个风，是天气预报的吗？对呀，都有啊。那我哪知道多风呢？最大风级。不知道风的话，我哪能知道往那边跑？最大风级多少？现在都有10级。每秒，刚才我听他说是每秒风速50米呀，50米有10级风。今天浪高多少有没有？4米，最少4米。浪高4米。最少4米。我反正晚上看不清楚，我觉得将近5米不来呀，15米吧，最低也是4米。出两个人看，那就你自己耍大招呢。点呀，摇。今天三米了，还是西？明天还能还西南风啊？明天能还西南风吧？我跑大沟里来了。对呀，对你俩给你聊一块去，我操！想叫包头包好人做吧，哎呀，那个919对着我后厅1:30，1:30，你怎么做吧？包好人一叫，又坐他身上去，我起码跑到东南边浪，这个浪够的这个。忽然不急吗？这是越风浪大天，尽量不急忙都不急忙，找一点宽空的地方，因为风浪一大的话，那是浪高达到4到4米多浪的话，基本都很少能生产了。那个浪大，这妈的那么大浪，往台下一沟转的大劲的话，你上次船员上不上去破劲儿？你上去破劲儿，危险性都大。你感觉赖浪垫你一下，不一不小心没把住的话，掉海里就不都完了吗？很少船，这是些基本没有生产的，每个船长基本都一样，都能保证船长安全都行了，都找空的地方放锚了，哎，全面都可以。走，走。
鞭子。不鞭你就抽啊，你这俩狙击炮嘛，那现在开始上有氧舞蹈。有氧也不行。这是什么爷大名？原来这是什么爷吗？嗯。啊？这大面袋也坏了，连电都没有了。啊，电没有。嗯，那知道我在哪了？知道吗？我擦，我好家伙，擦他妈的个监控给接过来看一看。好，那我知道了啊，我98开着了哦。好的。又蛮多，反正还有20-30米就到浮球了。那开导，陈团长，我已经看到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看到了。那好，开导好。浮球跟南头准备差点事，南头准备好啊。没了，准备了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两炮完了吧？完了。啊，叫老马点下东西，点下东西，等会儿开啊。Thank you.
500盘，560盘是七。今天钓了500盘。500盘多。560盘是7吨。对吧？7856。6吨半到7吨。今天晚上，到现在为止。嗯。到船上的鱼。就是从天黑前半夜到现在。对对对，就今天晚上吧。那你今天收获不小啊。6吨半到7吨。到天亮再钓2吨鱼的话，就是9吨多10吨，差不多今天能钓了。真的，早上钓2吨鱼，我觉着不成啥问题。再钓2吨。这段时间，这十几天我们钓的挺好。这十几天，咱这7条船呢。排第二场，没有868好。我觉得868比我们好，原因就是它一曲摆了4回钓。老七九，怎么样？这昨天差不多不？差不多。啊，那 OK 的，好嘞，那好嘞，还是你好，那边放的好。对，我昨天看你往那儿跑嘛。跑了吗？又跑，我怎么又看了吗？又转个头又回去了。还是啊，他们来叫我来做毛泡钓都挺好的，在钓，那收不住了吧？哈哈，那这就怪怎么样？没有，钓了2、3个鱼了。啊，不好啊。哎，不好，今天回来吧。回来，那肯定要回来。哈哈，对，好，回来吧。你俩。皮筋儿粗啊，皮筋儿啊，拿皮筋儿的呀。我什么这是？我缝个兜。再往下就该穿棉裤了啊。冷啊！缝完了看，完活了。我了一个胶子胶子。对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再缝一个。缝一个，再扣。活了，这以后就冬菜了，正好还。这对象干什么？做什么工作？在厂上班，那个干渔具厂的。在哦，渔具厂。我看你经常跟媳妇联系的。你俩相处多长时间了？7年了。就是名义上在等的。啊？名义上在等的。名义上的。啊。一个等他呢，我去，不一定是哪个，是这么的、哦。好几个等的，未知数嘛。啊。他是心里想出轨，但是心里没出轨，但是事实出轨了。上来了，然后下车。
了，这挺好啊。还刚上来，我提三回灯，这5:15提的，从4:00开始提。哎，还先上来了。多少米？60。这加加俩十，啊？这加俩十，这加俩十，超减的。你看来，你看来是有的。九幺九，怎么还跑啊？我在下坡，跑不动了，风浪大了。对呀，我看风浪也大了。你现在在哪？我现在跑了59了，59了，2个59。刚才那谁，那个原生六号，原生六号啊，喊我呀，他在45度36分，60度15分啊，那个浪都6-7米呀、啊。行，我也不跑了，我爹忙。哎，我也是想下坡的，我也想下坡的，放到这儿了。好，行。哎呀，没事，上。快点。谢谢王大哥。记得啥玩意儿？能记住吗？记得扣能记住吗？啊？这是个扣。阿根廷大使馆证实，一艘中国远洋渔船14号在阿根廷附近海域遭阿海岸警卫队枪击之后沉没。阿根廷海岸警卫队15号宣布，一艘中国渔船14号进入阿根廷海域非法捕鱼，并对海警船只进行攻击。阿根廷海岸警卫队称，进入阿根廷海域非法捕捞后，首先与其联络，随后发出严重警告，但对方不但不听，反而试图冲撞海警小艇，给双方人员均造成威胁。后，阿根廷海岸警卫队向渔船船身开火，击沉了中国渔船。不过，船上船员全部获救，中国渔船船长将被送往法院接受问讯。我操，逮捕了都！家里不咱也是晚上嘛，然后家里白大的都记到这儿了，还挺累。农业部渔政管理局、中国远洋渔业协会有关远洋渔业企业。今年以来，在阿根廷外海作业的很多游渔船，仅贴阿根廷专属经济区线生产。为保证远洋渔业生产安全，避免再次发生涉外违规事件，为远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，
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，请各地切实加强所属局远洋渔船管理，所有作业渔船必须与阿根廷专属经济区保持300米的岸船距离。六头变的鱼越走越厚，越走越厚，啊，越厚他那个船长眼珠他越红眼，你知道吧？他越不想走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愣靠一分钟，我多掉啊，多掉几多转两圈，我多掉一顿两顿，啊，他是都是这么想的，可能也是跟这个今天鱼，产量低啊，产量少啊，加上我听说啊，这个船长是第一年干船长，可能也是钓鱼比较着急吧，为了证明自己。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啊，总的来说你不能作为一个船长来说，你得为这个公司这个船的负责任，为公司负责任，人家你就感觉几条船不是学一个半个钱，对不对？至少上千万交给你一个船长手里，你这些保证船体和这船员的安安全全嘛。像这个事情对船员的心理上有影响吗？肯定有影响，你就咋现在一旦是有什么事故的话，你船员就往水里挑，他心惊胆战的，他总归受到惊吓吧，他肯定有影响。他这个事儿就是一些个别船长他的越线，其实咱中国游渔协会每个公司都已经告诉船长不让进线，不让进线。你像咱这船长，你从来你不管钓不钓到鱼，干脆你们咱不进线，不能进线。你公司告诉必须得那个没有规范的，他这个线三海里以外。我们船不会抓船队，我们都是离船很远，有的知道这一点，这离船远，我认为有时候也是对的，不过也看什么情况。11天了，就是钓不着鱼，对，实在太好吃了，那就得找找原因了。858昨天一天钓了10几吨，昨天晚上，这是多少盘？别讲那10天，989有一天钓了8吨，他哪止8吨？他要说不报产，他说我钓8吨鱼，最少得按10吨算。啊，一天就是800盘吧，10吨。还行啥呀？我们这11天就没有产量，不完蛋了吗？胖，想不想家？胖，想家呗，能不想家吗？你说想家是想爹妈还是想孩子？还想孩子他娘？都想啊，没有不想的。想媳妇吗？想媳妇的。我的爱就是你，你知道我爱你，虽然你身体不好，怕我着急，我对你说有我你就没问题。家是不富裕，可是我有力气，我会让你笑，让你欢喜，只要你愿意我陪你。老婆老婆我爱你，阿弥陀佛保佑你，愿你有一个好身体，健康又美丽。好，老婆老婆我爱你，阿弥陀佛保佑你，愿你时时都如意，
上后边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着，这都在前头这玩意儿。吓人呐，这东西啊，很危险的。你要是说这个，它底下不都是绳子吗？海猫不都绳子主缆副缆吗？后面不有摆吗？不有螺旋桨吗？它缠到一起会回来，它已经在后边了。它是因为啥没过去？因为是主缆的长度，就咱主缆放60米长，船长是7米，正好是哦，它扭不过去了，扭不过去了。对，你要再长，它就能扭过去了。哎呀，缠摆，所谓的缠摆怎么缠？不就这种情况？你缠摆的话，你要好天行，你要万一这个刘少天要真缠摆的话，还晚上有风。怎么弄？那它这个原因怎么回事？突然就过去了。龙卷风，我认为是龙卷风。正常人都没事，就我们。看见一阵风，一个雪，一个龙卷风之后一转圈，把船给划过来了。这个雹子也下来了。哎，雹子带冷风线，不都是一股风，一股六带雹子吗？哦呀。这啥天都不好。幺八，转呀，那个。哎呀，我那会儿冰雹下的很大。啊，那冰雹是从西边下的。对对对，我把我爸也碰着了，有没碰着的？有碰着的。啊，没见冰雹啊，这彻底结束了，冰雹也下来了。结束呗，结束该上哪上哪，该上汨罗上汨罗，该回家回家呗。
信号就遇见一个他们老了，风来的也早，去年是学基本这什么钱说没有回信息，现在我们转有140人，在去年就是2015年2天就能调这个140人，差太多了，天差地。